接下来的这项任务就跟语言、符号、表演都息息相关。同队六人共同出战，其中两名成员站在笔画的旋转台上，剩下四名成员站在猜题的旋转台上。笔画台上的成员通过语言、绘画和表演三种方式描述猜题的成员作答。规定时间内答对更多题目的队伍获胜。来吧，会了。 那来吧，我跟队长上吧。白队第一轮挑战，请准备。啊，那个星星最爱吃的扒皮儿的香蕉，哎，不是，还有呢。还有呢？啊，还有呢。那个面包当中夹一个热狗，热狗。啊，就。冰淇淋。 啊，走走走了走了，妈妈一个也没说。耳机，三个字。助听器，助听器，助听器放人胸口。助听。画画画，咱画。 不是，不不不不，听诊器，听诊器啊，对对对对，那个烧的，有亮，形容老师，蜡烛，这个这个，行，这里只能说话，不能做动作，啊，只能说话啊，好，只能说话，说话，你们先不做动作不会说话是吧？嘎嘎，蜡烛。 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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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心，鸭飞，煮熟了鸭子飞了，。哎，这么难，香水，啊，这个，涂指甲油，还剩30秒，啊，是拥抱依偎睡觉，依靠，四个字，这比较难画哎。 好晕啊！四个字，形容女人非常的小鸟依人，小鸟依人，温柔。哎，这个转的真的会影响智商。要不要拿盆接下这四位？ 第一轮总共猜对10个词。蓝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圆的，然后那个办公室里的，三个字。圆的，刚才可以看很多地方。地球，地球一。哎。 怎么样？有一个动画片，然后他爸爸头特别小。我是大头爸爸，小头儿子。什么儿子？四个。小头儿子，大头爸爸。小头爸爸，大头儿子。对。这还三个。手电筒，手电筒。这什么东西？ 这要那是保安的吧？那是保安的这个。射箭，射击。后羿射日。这俩。
一箭双雕，对对对，双雕。啊！别比划，别比划，肚子疼，肚子。我上厕所呢还。就饿了可以怎么办？点外卖。画的差不多。望梅止渴。画饼充饥，画饼充饥。 这个是在西安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儿，兵马俑。对，吃的。你看你长得像个倭瓜。哎呀！萝卜梨包子。对，萝卜梨包子。几个字？最后15秒。我真的要吐了。 茄子、辣椒、辣椒、辣椒，好大的一个会喷水的！鲸鱼，鲸鱼，鲸鱼！好，时间到，好晕呀！我不适合猜。 也不适合看，来吧。 小鸟，不是，很凶狠，老鹰，对对，很凶狠。三个字，平常我们会泡着吃的。枸杞，老魏，为什么一说到泡在水里，那就是枸杞呢？泡着吃三个字，三个字泡着吃的那个，三个字，六十六，六十六的那个。六十六方便面。对对对。噜噜噜噜噜噜。 饼干，哎，等等等，对，那是黑板擦，他都给吃了。啊，真的，这孩子真咬啊！画画去吧，弟弟，太认真了。饼干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对对对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释迦。 苹果、菠萝、菠萝、很臭的水果，很臭的水果。刷牙，洗脸。两个字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要干嘛？刷牙。洗脸。洗脸。反过来说。刷牙，洗脸。反过来说。洗脸。刷牙。反过来牙刷。刷牙，反过来说。牙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智商啊！ 镜子，镜子，镜子，擦黑板。来这儿，来这儿，来这儿。三个字就是我会阿谀奉承一个人。花脚，拍马屁，拍马屁，拍马屁。对，下一题。哎，队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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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不是有任务，队长？ 摩托车，快快摩托车，马马马马，马是前提。对对对对，倒计时30秒，四个字，小朋友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片，那个黄色的。 黄色的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对对对，我是一朵什么？我要一个很臭的东西，一个一朵怎么一堆？你插在牛粪上了，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没有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三个字，喜剧大师，卓别林，卓别林，时间到，好晕啊！哎呦我的妈！
可以啊，我陆姐一点，人家弟弟都没机会讲话，你就啊，不，人家在旁边，是吗？对啊。接下来是蓝队的最后一组，请准备。我们就无论怎么样就往说话那走呗。对，就不行就赶紧换房间，我觉得。对，多说。对，压力给到了我们。醒醒，好不好？我醒了呢，别拖小周的后腿，我尽量。两个字，什么？两个字。小狗，小狗，小狗。马屁股，小马，小驴，海马。屁股，屁股。黑板擦，擦背，搓背，搓背，搓背。电马，兔子，兔子，兔子。 这是什么？小鸟，下一个房间，下一个房间。它有两个颜色，黑白马，斑马，斑马。对对对对对。鼻子很长，大象，大象。我们的那个体育馆，奥运会，鸟巢。对，黄色的，我们最新的口味M系口味，暴露。哇哦，他们的计策就全都说的那地儿了。 钥匙，两个字，两个人，不行，一共有五个，一个黑，一个白，两个人玩的那个叫什么？五子棋，五子棋，五子棋，象棋，象棋，两个字的动词，下棋，下棋，下棋，对对对，四个字。 大惊一跳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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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
说话。是形容这个人就是做的东西特别想被别人看到，所以他做的特别夸张是干嘛？特别疯狂。联想像我们刚才那动作，张牙舞爪。对。还剩三十秒。两个字形容两个人，比如我们分手了，但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关系。藕断丝连。两个字，许仙跟粉丝团的最大的坏人，法海。法海，法海是坏人。下蛋攻击，攻击中的战斗机藕断丝连。朱大哥。周深，深深，周深，五个掌。这一局给你好了，能怎么样了？给你的，太努力了，你赢了。